因为大运会的奖牌是蜀锦，然后我们觉得成都还有一个名片是蜀绣，我们就想怎么样把蜀绣这个名片再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就想到了用这样一个蜀绣，然后把它跟花束结合起来作为我们的颁奖礼物。咱们这个花束它的整体形象是一个球拍，它其实很像咱们乒乓球运动员手中的球拍。我们除了有那个乒乓局的点缀之外，我们还放上我们成都市的市树，就银杏树，这个也是我们成都市的一个名片，就是希望大家对成都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花束的乒乓球拍的图形，它是荣耀的一种象征，我们希望就是运动员的这个坚持和勇气能够支持他们最后拿到所有的荣誉，我们希望每个运动员都能达到自己的梦想，拿到自己的荣誉，所以整体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创意，就是也是代表成都的一种浪漫吧。